去年开始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，9月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吸引大批粉丝到场支持，近期也展开在中国的演唱会。而近日就有网友发现，在中国最大的演唱会购票网站排行榜上，王心凌荣登最想看之冠军。只见网友晒出的截图中，王心凌四月的北京演唱会为最多人想看的，第二名也是王心凌，收藏数甚至比第三名的知名钢琴家郎朗还多出3倍，让原 po 相当惊讶，好奇提问有没有王心凌实力超乎意料的八卦，让他的演唱会的评价可以这么高。众人看了纷纷表示，那个年代能出来的，就算偶像也是很有实力的，真的很自律、很认真，而且唱功也是越来越好、越进步。天心教主不是叫假的。还有网友也给出超高评价，中年就他跟500最能打，根本没有对手啊。